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，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跟思科能够做一个策略伙伴的一个发布。未来能够做到多好，除了我们把技术落地以外，人保展现它的 R&D 制造能力以外，还包括各位的想象力。各位能够想得多远，想得多大，把你所有应用的需求告诉思科，告诉人保，我们一起来发展未来无尽的可能。